妈妈，这天气越来越热，你给我冻的这个冰淇淋我已经吃腻了，我想吃点别的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俩一人去超市买五样奇葩的，看谁先买完或者买的更奇葩，谁就胜出，怎么样？行，走。如果我失败的话，我给你买一根口红。如果你失败的话，六一的时候送我两盒小猫宝莉卡。没问题。好大的太阳啊，烈日炎炎。但是我们今天做了准备的，拿了一个这个袋子，先到这一家看有没有奇葩的。这个我先拿到的。俄式大蛋筒、这个我们没吃过。行，那就算。这一个冰箱里面都是这什么雪碧可乐。这个。这奥利奥去年买过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你看它上面是奥利奥，中间是夹心啊，这个肯定也算天层的。剥皮的。我也买两样了。奶茶的三样了。好像都没有奇葩的了，这里面都是这种经常吃到的。没有了就买单了。行，那我们这个里面一家我们花了31.2元，我买了3样，我妈只买了2样。走去下一家，第二站就去这个超市。艾米已经进去了。我挺想看你输的。我也让你给我买两盒小宝贝了。我也让你给我买口红了。冰淇淋区到了，艾米在那对面，我在这边选。这个应该是，还想跟我抢嫩了一点。哎，你也真的是。这有个德芙巧克力。这边这冰淇淋我们都买过，像这个上次买了的。走啊，你别跟着我呀。别站了，往前走。挤我，你不让我爱冰箱我怎么挑战？别挡我，走。掉了，腿倒了。你在这边我在那边啊，你不要跟着我。那个不算上次看过的。超市里已经没有了，被我们买完了，现在买单去下一个超市找。41.1元。我们想去这两个超市里面选一家。那你到这家，我就到那边一家啊。这里有两个，一个这种软心可可低糖的，还有一个葡萄的，买俩。这两个去了8元，4元一个。有你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给我看看你买的冰淇淋。两个随便一样都能秒杀全场，而且我专门买的是爸爸喜欢吃的口味。这种火炬。火炬虽然不算奇葩，但是也是童年零食啊，买一个回家吃。走，得让爸爸尝尝啊。出去一趟脸都晒红了，一身的汗。幸亏我穿了防晒衣。来吧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的奇葩的。这里这6款是艾米买的，从这里的是我买的。光看这个颜值上我已经胜了艾米了。别吓我一跳。说了人家看的是要奇葩不奇葩。这不奇葩吗？啊，这不奇葩吗？这不奇葩。这小龙不奇葩吗？啊，你有几个能拿出手的？咱俩还是别争了吧，把这命运的决定交给粉丝朋友们，大家觉得谁奇葩就选谁啊。我的奇葩就打1，艾米就打2，大家一定要选1啊，就这样啊，能不能买口红就看大家了，拜拜。